上啊，这个上面。哇，这上面有宾馆。嗯。哦。这个洞房的水要凉的哦。凉。啊，一点都不漏啊。哦，它叫塞拉。对，它叫塞拉。什么是塞拉？叫你。塞拉。哦。塞拉。就睡在这里啊。对，晚上住这块。那里面如果是取暖是怎么供电的呢？它有那个电暖、采暖都有。啊、哦，都可以。嗯。下雨了，就回去了。好，上。你非得跳干嘛呀？你为啥不踩着呢？不是吧？这么不给面子？雨越下越大，小雨行，大雨不行。我在河边。有这个地毯方便多了。今天晚上做个五谷杂粮粥。这是玉米。这是糯米。这是高粱米，买一点调制的各种粗粮，薏米、黑米、小米，还有啥？哎呦，地面已经湿了，因为它从这儿滴。明天早上起来会不会在水里啊？太好了，没在水里。昨晚上雨下的还挺大的，快出太阳了。今天晴天，我去拍个日出去。森林中的日出，阿妞。醒了，用你先不下去啊，现在还早呢。哦，六点钟。好冷啊，见到一丝阳光。看昨天雨有多大，我的小院四周全是雨水，这边都湿了。在这儿吧，地在这嘎的。哦，这个地方不错。要下来吗？要下来吧。下不下来？太闲了，不想下。你不下来？
看来他是没尿憋的，不想动，能不动就不动。你不下来？不撒尿啊？你看那个懒洋洋的样子，没睡醒呢。还是真冷啊。烧水，泡咖啡，尿尿，睡觉吧啊。太棒了。男女还不想起床，说你呢，你是不是不想起床？小狼狗，太阳晒屁股了。狼狗，哎，这个店我看着是新车，还有太阳能。有太阳我没哦，是太阳能有多大？你这电车上的电池多大？600，车上电池600。车不是车上电池900。对。哇，900。对对。那你上面那个太阳能呢？太阳能是600。600、900、1500啊。嗯。哦，补充这一颗太阳能，补充这个电池是吧？对。够用吗？基本上够用吧。对。你能坚持多长时间？假如就在这儿，就是在这儿待几天都没问题。都没问题。对对对。前面有个发电机，它可以给发电机也能用，对，它可以给那个车内充电。嗯，你们从哪儿过来？我从北京。哦，我订了一个拖车，还没刚订啊。我就担心这个没经验，我就担心这个电。哦，没问题。你有给我介绍那个，给我介绍600的电池，啊，800的太阳能，太阳能啊，够不？拖挂够了。够了哈，够够够！我也不，我使这个自己的一个灶什么的啊，也不用。你用煤气灶是吧？啊那足够了。600有七度多电呢。7度多电。嗯。啊。开空调能开个，一般拖挂都是用那个家用空调。家用空调。对，那个比较省电。嗯。啊。对。从东莞过来吗？对对对。行。